这次团员跟旅的合作呢，我们希望可以一起诠释大稻埕的 style 这件事。那什么是大稻埕 style 呢？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大稻埕是一个很有风格的地方，尤其在2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日本的文化，有西洋文化，还有汉文化结合在一起，融合出一种特别的美学。在建筑上反映的特别明显，比如说有巴洛克式的建筑、闽南式的建筑交错在一起。同时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也反映在当时台湾人的穿着身上，比如说那时候的人们可能穿了一件中式的立领，那会搭配一个西式的外套，下装呢却是一种日式和服的裤子。那这样子的感觉在当时会觉得是时髦，是时尚的，可是现在来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。但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跟团员的这一次的合作呢，把这样子的穿着态度跟风格重新诠释。因此我以中西合并的利落设计，结合合适的宽松服装轮廓，重新诠释一个新的和汉洋服装美学，让它成为一个团员乘以旅的大稻埕 style。